habla aquí, habla wow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力，没错，在我身后这条大船就是星梦游轮的探索梦号。我们这次员工旅游就要搭这个游轮到澎湖去玩。哇塞，我第一次去，非常的开心。但是我个人体质的关系，非常的怕晕。晕船药有没有准备了？先吞食。我书念的少，你不要骗我。船上有什么好玩的？我带你们去看，走。各位，我是9072号房，来，我们开看看。哇塞！有阳台，有阳台，呜、哦！好、啊，我们是在九楼，九楼的高度，哦，上面还有哎，呜！基隆港，拜拜。双人的床，然后还有一个双人的沙发，然后这个镜子很大，整个房间的空间是非常棒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厕所哈。哦，很小巧可爱哎，哇、哦，我靠，还干湿分离耶。是洗手台，然后是马桶。OK， 各位，现在时间是5:20，然后我们6点时候会开船。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船上的活动有哪些哈。其实这个船上非常多活动，只是因为这现在新冠肺炎的影响呢，很多活动都暂停，譬如说游泳池暂停，精品店也都暂停，所以有一些活动都是取消的。那其实还有很多活动啦，譬如说 disco 派对哦，任天堂 Switch 挑战也都有哎。今天晚上歌手刘明峰。这边有一个这个券，叫做这个星光假期的这个券，满188就可以折抵200元，反正它有很多的优惠券啊，可以让你去使用。就是付费的东西，如果你有买一定的金额的话，它这个是可以折抵的。明天早上我们去澎湖的导览，那这边它其实有一些体验是让你去澎湖可以用的。那现在呢，因为太饿了，我们等六点就可以去吃。他六点的这个美食吃到饱，很浪漫哦，在这个窗边用餐。Hello， 三位美女，台中的同事们，敲杯。忽然对生小孩有感而发的阿童哥，生一个小朋友要30万，生两个要60万，为什么这么贵？月子中心就15万嘛，我妇产啊10万，光生一个小孩就30万。怎么忽然这么有感？是不是因为吃了这一餐有感而发吗？吃完这餐，突然想起老婆的好手艺。而且如果吃的不够，还有其他两家餐厅哦。好，不是对我们忍耐吗？代款没什么忍耐。忍耐个屁呀、啊！出来我还忍耐，忍耐的什么？如果没吃饱会饿，就我就再去吃啊！啊，大哥你的卡，我的卡跟你们比较不一样。哇，金色的，金色的，这张可以吃到饱就对了。你们也可以吃到饱，我们等一下去别的餐厅吃哈。刚吃完呢，我们现在要去吃另外一间，叫方法堆。哦，这个不是做效果，这个是真的。虽然这么晃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吃一株自助餐。哇塞，我们同事每个都大丰收。知道最难吃的是什么？有猪肉片吧，完全没味道。研究员觉得哪一个东西最难吃？鸡肉。鸡肉非常柴。是非常柴这个吗？嗯，我跟你讲，你们不知道什么最难吃。最难吃。来，这个这块，来分一下吧。你看我只吃一个，来。通心面吗？好的，所以我们在这边推荐大家说，上这个在吃这个自助餐的时候，这几个尽量不要选择，能选择就是水果。对，西瓜。西瓜，你看西瓜，香蕉，我吃这么多汁啊。生菜煮不错。峰哥，你讲好像没什么说服力。你生菜很好吃，因为你是唯一把它全部刻完的。不是。你要知道不能够浪费食物，所以自助餐我们就是水果跟水果可以吃而已，其他大家就自己斟酌一下啦。吃素者的天堂。我的同事在学漫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呜，你说什么？你说我像什么？哎，那个。那个满你那个吗？往前两步，不知道谁？往前两步，学满你那个。冰雪奇缘。那叫冰雪历险记啦。冰雪奇缘也差很多哎，64吗？屁啦，傻妹。
妹。好了，大家如果晚上没事，可以来这个棕榈，棕榈阁是不是？喝个酒。下午你明明就是你搭讪那两个，你在说装不知道是不是？Hello， 两位你们好。怎么称呼你们？我现在已经想要回家睡觉了，你们两个自己去处理。Go， come on， 我快晕船了，我快晕船了。Hey，游轮这一次最期待的行程之一就是澎湖花火节最后一场的烟火秀，马上在等一下就要释放了，9点钟在澎湖湾有没有看到彩虹桥的地方会释放起来，大家整个浪漫。祝大家2020一切平安，到2021年。早安。第一件事就是看海景，走。Oh my gosh！ 两夜的星梦游轮之旅终于画上句点，我们现在回到台湾，我最爱的台湾。个人觉得呢，陆地还是比较好一点。不过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搭星梦游轮的探索梦哈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。也谢谢大哥让我们这次来参加这次的员工旅游，我觉得跟同事之间呢感情方面也有增进不少，尤其是跟一些啊平常高雄啊台中比较少见的同事，我觉得也不错。然后呢，还是很想念家人啊，毕竟出去这三天两夜的时间。最后呢，还是希望大家看着这一片海。我许下一个愿望，2020下半年大家可以顺顺利利的，好不好？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我现在带你玩更好玩的，超有张力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中午要出发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讲说，我要不要现在吃？他说不用啦，等到什么开船。其实我跟大哥是一样，大哥我刚刚还没进来之前，我就先渴了。真的真的。真的超惨的，比较超。虽然你们还没来的时候，其实我就躺在这里。我在等，怎么还没来啊？486系列 YouTube 频道正式上线喽！听特别来宾的精彩人生故事，486会客室，带你吃遍全台湾的美食，吃遍全台湾。请听民众最真实的想法，486街头全民调，超闹超欢乐，你绝对不能错过的超有张力。一个台南女孩北漂打拼的故事，立贺挖喜陈立明，充满新奇热门好物开箱的486系列之好物开箱秀，在486看见有故事的人 About Us， 立即按赞订阅分享486团购，天天都有新故事带你跨越不同世界。